好收搁较危险。啊，你收较危险嘞？遐风就臭诶。我辛苦嘛爱收。啊，无，我来收起来。来，这黑黄虫总体，这小米还898，200块咯，打太好了。黑黄虫200块，黑尾200块，黑黄虫200块，178、185，这卖85，你也卖100咯。太好，讲要卖就讲卖袂出去，福清头脑差来看哦。一辆车比开龙把都免介绍，出来套开啊，出来套开啊，两百咯，出来200块咯，一辆车比200块，一辆车比200块咯，8条，后头一包来钓2袋，4包8袋。医生，大哥。小妹，你吃袂好，伊咱就炒两块无煮，互咱种同档的吼。500块最后一个开盘，全部两个人客尔吼，两个人客尔。你屁股还是客，无卡停啊，上去。最后剩一个开盘，全部两个人客。走，走。好，谢谢。三百块，算你头刀，最好吃。
3,800300块加到你2,800了，我不要去扛落啊，200块了，看你阿斤。好，来。靠这个水平了，我说，你搞要吃红虾，要吃什么红虾？黄鱼要吃无？来，红鲟要吃无？红鲟，我要吃红鲟无？行情这多打俩顿啊，俩，这小卖顿啊超过2,500至3,000，这堆总体卖3,0002,500，黄金头啦，总体1,000多，1,000多1,000块，1,000块，没有，1,000多1,000块，1,000多，我还冇爱等只狗咧，多麻烦哩，爱只狗会走。哦，这2,000几块呢？你才将外多两顿啊，俩，俩20几斤顿啊，俩20几斤哈。哎，黄鱼要不要吃？黄鱼16吃，准你16吃，黄鱼5小块斤哦，开500都专包规盘，两个人给加了500块，500块再加200几块，黄鱼。一只200块，三只500，本钱才500块呀，500咯，再过你500咯，500块，500块还没收开哦，500咯，500块，风景好，我话恁这室外吼，真麻烦了嘞。阿要食啥？这种黄鱼饲的哦，足侪人甲你讲野生的哦，这名野生是饲的，野生你吃哦，这小黄鱼，咱台湾的哦，这算你的，这全部总起免1,800到7,800到5,200，20块，这卖20，这黄鱼卖20，你们吃吃都唔够2,000，来啊，少够2,000啦，20多来。20块哦，我才无人教人走，是无人教，我唔知袂人教啊。哦，啊无我平日都变只，安尼走出家己家哩。啊无10块无，袂哩10块了。啊无10块无毛块，啊无毛2块，啊你只有2块，只有2块皮皮啊，你真正假啦？3块，你出门扎3块。哦，2块。我还去找了麻烦，你看看你，你多无二十啊，多好人口啦。反正跌完了，跌完了，三对呀哈。风景好啊，哦，伊也只往上，伊也加咧广告。伊也无看地边啊，哦。机器给我，机器给接来。好，一卡800，两卡免钱，阿免几卡？三卡我一个贴你2,500袂用，套三卡我一个贴你2,500，而且套2卡免钱尔，你唔好套三卡我一个贴你2,500。讲笑啦，那要不你弄好，咱家有哩，咱家贴都免过一百，知无？好，好嘞，好嘞，上来。海水吼，哦，我车面说都歹食，所以咱拢会食无空个。鱼翅鸡只包四啊，鱼只包2斤哦，2斤重吼，开300多啦，包四啊鱼来，4斤哦哩，300多，还没炸。一层啊，面对面倒，300多。一包过哩，这民主好，这退动香骨头下去啦，啊，袂使啦，名面上买无？啊，无你提钱哦，是要提哦，伊啉咖啡哦，要提啊哟，要提啊，要提啊，拢拢无提啊，是啊，提啊吼，好，提啊来，
因为迄个鸡啊，包围鸡头的，啊，这就四斤哦。这四斤哦，八百几块，两百多来，你几只？两只。一只两百块，现在个一只个靠两百四千左右，知无？你几只是这个？这帮人不要，这鸡肉啊好，那叫卖鸡的，拢挺好的。谢谢。两包了，这一箱我都装六只尔吼，真重。两包了，这就四斤多。啊，还佫啊，一只佫加两百四斤水，两百块两百块两包。这一年咱卖出三万只，我就真啦。好，阿妹在啥？阿是什么？你好。这个螃蟹佫解煮啊。都煮啥子面都煮好哈、哦，这边烘的煎拢无要紧，煮面熟，唔免搁阿婆啊，青菜都三百块，这买从三百放一套，两百了啦。啊，你看要下冰无？你若要冰后边还有无？哦，我是拢无甲你下冰哦。啊，你若需要冰格，咱后边有。你若去别里买鱼啊，无冰格，咱后边有。这只皮都，哦，唔免搁去咁买，知无？哦，咱这鱼会出来啦，啊，你敢买爱钱啊？啊，鱼会出来，恁免钱，你就当下可以得啊。两百了，两百块。我这鱼都当我上几步嘞，当然讲免钱，恁得爱买，我唔免买小路啊，唔得可以得。两百了，啊，每批拢搞七十啊、八十的，那可以免钱，我可以得啊。两百块，不纠结了吧？不纠结了吧？你贵也白贵，两百块。这螃蟹真少，佫卖无完，你佫少一个。两百块要煎面，烘拢会使。两百块，啊，佫少了。来，爱冰好用一个吼。两百了，都有了吗？这后壁都有无？无要紧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这种烘的用煎的都好吃哦。要食变讲哎呀，啊油卖会伤济，用这做油脂啦，哦，很有油脂哦，这出啥水面？变啊变啊，加一个四百，加两种二三百，两百了，全部。车哟，这放钱头我收钱，造成较无方便吼。后当时啊，若耽误着恁两三秒的时间，较歹势。卖买伤济，我叫用过你啦，好不好？卖买伤济，我叫用过你，一百咯。就像我那旧我做囡仔用，你开车开啊慢的，啊较紧搞的，你同款。开车无开伤紧啊，较紧搞的。一百多啦，这物件无人咧算斤算两，用算公克的。你小豆苗才超过三个，啊，比小豆苗较歹食，你都要提钱。全台湾即间咧就上界好食，这真的哦。你讲伊，我咧提味，我咧讲好食咧。这属实，咱有当时这台湾真侪经咧做吼，啊，做冰做的，这真好食。一百多，啊，卖甲冰冰心，卖用就打，伊就袂歹吼。啊，这后面倒咧，无只只来变阿文，这车的。一百块，一百块，
穿来伊工，套一个一卡底啊800，啊两卡免钱，这边几卡？来个德国，要减少五粒，怎么回事啊？好，拢我你啦哈，你只无用粒啦，好。地盘较贵，迄袂使买上台政府规定的呢。一个人会使买一份尔，迄袂使买两份。好，来，阿要食啥？喂喂。那鱼啊变鱼啊干呀？你啥物变鱼啊干？来甲拍些冰诶，下迄边鱼仔干，啊鱼三尾甲拍袂袂好啦，好无？迄三尾吼，酱猪尾啊，小卖店看到这啊，一条我分你十万，小卖店倒，只只百几公斤，采来都迄鱼条遐好食，啊伊鱼倒嘛差不多安尼，所以即尾鱼仔也上过，伊若要抬，抬到3点钟。啊，一次才3点钟、4点钟，太好多创起啊，所以都啊免卖啊。这条鱼无法度抬啊，我这只鱼也会抬啊。这条百几公斤哦，哦，一头有200斤了吼。这样珍贵，这煮汤南瓜蛤蟆，南蛤蟆咧煮汤。这一碗公汤一定要超过500块，啊，一碗公汤才有几块，无几块哦。这条鱼也嘛送你们吼，啊，煮个一碗公啊，啊，一碗公汤差不多10万块。好，我一碗公汤一定要超过6-7万块。酱猪贵啊，这大只鱼啊吼，这小尾当然超过600块啦。啊，这价钱高啊，你讲袂定。这小尾我做袂少哦，直接抬到到餐厅呀。啊，最近餐厅哦，搁慢慢那边开始啊，变啊台湾哦，当多的确诊小工啊吼。小公仔有，他桌面无半只，马上好，好不好？不使用啦哈。我讲今日行情好吼，因为咱台湾现在往台北，对菲律宾也少一个特别便宜。哦，这中度台风尔，不过台湾拢上贵啦。但是波多你睇下呢，波正吹来袂倒啦，这波多啦。这对红猪贵吧，1000包。一千八啊，这一盘等于10000块，我之前买卖800，一盘都1公斤，这全部10公斤哦。1、2、3、4，一盘都一个人吃都10公斤啊吼，这全部10公斤、10公斤啊，红水贵，1、2、3、4到九人客，10公斤九人客，这一个人多吃1公斤哇，卖就以前卖就900、700、800、500，卖300咯。解封前头，你下来无要紧，迄个嘉宾200块，你豆腐较俗，你煮汤尔，这样煮骨就贵了，煮汤，哦，对不对？有买拢慢只走的哈，还是退休来？了解啊。哦，我不要紧嘞，乖啦。鸡只无两块，看下全部免的啦，你相信我啦。最后去招两个人客，最后两位客人，200咯。最后招两个人客，哎，这边嘛派两个代表，无代表无毛机关。啊，200块有没有意义？200咯。弄好，有买牙签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摊开啊！好，来，我用。好。这方面头哦，我头在南方。你三个平常大卡细卡，大卡细大卡哦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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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面拄啊，伊有拍火，落车在吹风吹过啊，安尼讲得啦，好。阿边车啊，还肯定就是这样，打还要乱。阿边车还。你三个靠拎不哦？两百号，要买两百号，双包。起上人，起上人，鼻头看一下少。通顶头吼，啊都，都多少万几块啊？嗯，变成四千六呢，四千六呢，十公斤吼、哦。来，扛下来，全部两个人起，一臭的顶底无水，有些东江底面。浸海水浸三角第四角面积，这种角度的吼，差不多两个人个，一个碗甲烧一千块，变两千，烧伊这才两千，别人烧八百，你们来再画一下，全部两个人个俩，五百块都全面画了，两个人个俩，最后剩一个，现在放这皮包，最后剩一个啦，好，没有了，两个人个，一层两两个，一层的，对，对，不坏吼。我做面了，这不安尼。下方前头，这个臭味就够香的。全部两个人开吃，两个人开吃。最后一个，好、哦，中华民国万岁啊！对吗？两百，好。这个要踢这种啊，做飞机啊，风机好。来，还要吃啥？你，先走先。要吃黄，像爱讲黄，不吃了，拄啊咱拿切好了。不然要吃黄鱼无？啊，黄鱼敢要吃？要吃黄鱼举手。想吃黄鱼的人举手，想吃黄鱼的举手，要吃黄鱼举手，想吃黄鱼的人请举手，三块，人要赚三块，你要赚三块无？啊，无你莫赚两块，无两块无啊，块半，啊无十块，好，十块有啊，哎，人要十块，你想看无十块啦？进入啊，啥？黄鱼十块。新加坡的美。